月光为宿仰望者心中，弥陀为与念佛人同在。月光虽无处不照，为宿仰望者心中，弥陀虽无人不救，为与念佛人同在。月历中天，影现万水，不但大至大海、长江、黄河，或一般溪水、湖泊，都现全月。即使小至一瓢一滴之水，也无不各现全月。大海、长江、黄河、溪水、湖泊中的月影，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观看，这个人与月独自相对，百千万人在百千万处观看，也各自与月相对。即使在偏僻山区，月亮也不离开他，与他同在。他往东行，月跟随他往东，他若往西行，月也跟随他往西。他若不动，月亦停留不动，不分男女老幼、善恶咸愚，人人如此。一月普现万水，随人随地各现全月，毫不拣择，毫无差异。阿弥陀佛心涵太虚，光照宇宙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以众生之心为心，以众生之境为境，不论何人，不论何时，不论何处，只要当下忆佛念佛，阿弥陀佛即时与他同在。佛心入其心，佛光照其身，毫不拣择，毫无差异。所以《观无量寿经》说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又说，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不论何人，只要念佛，佛入我心，我入佛心，我与佛，佛与我，机法一体，永在一起，不相舍离。观无量寿经说，佛心者大慈悲事，以无缘慈摄诸众生。无缘慈就是无条件的爱心，无条件的救度。我们是怎么样子，阿弥陀佛救度我们就是怎么样子。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不勉强众生做什么，只有长劫的呼唤，不舍的关怀，无私的给予，绝对的救度。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真正平安、喜乐、希望的来源。在人世间有苦难，在佛怀中有平安。月历中天，影现万水，但若不抬头望明月，或不低头观月影，则月与我，我与月，两不相关。弥陀爱心彻底，而且无条件。弥陀救度彻底，也是无条件。弥陀愿救十方众生，无有众生不加救度。弥陀深愿十方众生都往生极乐，不愿一人独留娑婆。但若不念佛，则众生与佛没有交集，不能感应道交，犹如不按开关，电灯不亮。若能愿生称名，势必此生无有退转，则现在已经蒙佛救度了，已经往生决定了，已非生死凡夫，
以示极乐圣众。